所以闪亮宇宙，另一面的异常状态，如颜料斑斓绽开。你真的很美。一位女士，请允许我真诚称赞你。你如同冬日雪原的花朵。哦，这是又一位美丽的生灵。这是巨型侦察虫造成的幻觉。这么大动静，我们肯定会集体吸入它的赤粉。啊，那虫子这么大，难道也是幻觉？很可惜，这恐怕是真的。